Hi, Asko. How are you? 我下个礼拜二要去台湾三个礼拜。对。那妈妈要跟你，要 stay 在你那边 one week， 你想怎么样？ One 可以吗 ？One week。Yeah， 可以吗？Okay。你可以带他出去玩一玩，这样子，哦。好。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我到了台湾，我会打电话给你，哈、哦。Love you, okay? Okay, love you. Okay, bye. Bye.那我早餐去吃 Yum Yum Donuts， 好不好？没有，你可以做 anything you want。那你假如还没起来怎么办？你就自己去啊。哦。